喵。午安。哎，怎么又过敏了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中午就是要在家里啊，不然要在哪里？我中午的话，应该都会在这儿。Hello, Martin. 我现在啊，肚子饿。可是我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。Hello, Akira. Hello, 呆呆。Hello, 空白。我饿了，可是不知道吃什么。大家午安，欢迎 Martin， 我这是夏日约会，积极的宣传各位来看我的直播，应该有效吧？我不喜欢吃鹅啊，好好，我也想吃午餐了。Hello 峰峰 ，Hello Tom。让我来告诉你 detail， 可是我今天的直播应该会破费的。今天就是午餐约会，没有妈妈不煮饭，没关系，没有，怎么吃那么好啊？如果没有昨天没有来参加的各位，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。Hello， 阿尔法。我呢，我现在比较想要解决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午餐。我的午餐没有着落，在 Band Rap 哦。哦，我考虑一下。没有，我们家本来就吃外食。我没有很喜欢凉面。赞哦，阿尔法。我到底要吃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帮我决定午餐吗？我现在我刚吃特效，我现在发现三餐外食啊，水饺。 Hello 手滑哥，对啊，可是没有，我今天想要吃健康的便当，但是健康便当我家附近没有，所以我就难归坡。Hello， 游戏 Hero， 游戏 Hero， 对啊，就老是在玩。哦，我可以吃个 Subway， 我家附近有 Subway， 耶、yeah ！现在手滑哥是我幸运草。哎，怎么办？沙不会不错哎，而且我好像很久没吃了。我今天穿的是布丁狗的衣服，没有，我要边吃边播，因为我好饿、哦。Hello， 企鹅 ，Hello， 落日一下，所以我要不要吃沙不会？Hello， 本丸，道具组，道具组在接电话。虾子的好吃吗？我最近也有看到虾子的新品，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黑啊！不会，我喜欢你的意见。
什么什么情报？我要不要吃 Subway 啊？我吃 Subway 都吃那个、哦，我都吃那个香烤鸡肉。没有，他是一个任性的 boss， 他想要在公司就在公司，他不想要在公司就不在公司。谢谢卡丘送的石头。哦，现在换了一个新的那个新的赛季，什么赛季？新的回合。现在换了新的回合，让我们来看布丁的第一拳究竟是胜还是负还是平呢？他宕机了。我可以吃 Subway 吗？你想吃 Subway 吗？你们要吃 Subway 吗？不要。第一拳，他跑不动。Loading。Subway 要你要什么的？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。嗯，你可以跟我点餐。好的。还是很。哎，我的，哦，负，哦耶，哇哦，第一拳是负，耶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菜单。哎，你们觉得虾子好吃吗？可是我还是不太敢挑战新的，我怕新的不好吃。大家平常 Subway 都是什么 ？Hello 飞宝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的第一拳就这样子。谢谢阿 Kia 送的布，大家可以开始点餐了。我不会对虾子过敏。哦，我也喜欢吃饼干牛肉，我觉得它的牛肉好像还好。肉球是什么？我都吃它的鸡肉了，香烤鸡肉。今晚我想来点起司屋起司，好啊，谢谢本丸。哎，叉子好吃吗？我还是比较想吃鸡肉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哎，最喜欢吃香烤鸡肉加那个那叫什么酱啊？哎，我忘记它叫什么酱了，太久没点了。那个叫什么酱？嗯，不是，是酸酸甜甜的。忘记它叫什么酱了，太久没点了。千岛酱？不是啦，甜葱酱，是吗？是吗？甜葱酱的样子。哎，我在看它的菜单。不是 open 酱哦，意大利牛肉丸。我看他照烧鸡肉好像还不错吃哎，可是他照烧酱是不是就有加照烧？哦，蜂蜜芥末也是不错啦。我看看 ，pudding 酱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吃过他的沙拉，但是他的沙拉跟潜艇堡一样价钱。然后沙拉就是饱足感简直就是下降50%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笨到点沙拉。你要点沙拉，我觉得你干脆去别的地方买会更好。真的不要点 Subway 的沙拉，好吃但 CP 值颇低。对啊，我又过敏了。它的就是。还不错啦，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，但是不会到难吃，但是很 CP 值很低，真的，你看它跟潜艇堡一样价钱，但是你吃潜艇堡会饱，你吃沙拉根本不饱，健康的吃不饱，真的吃不饱，真的不行，真的 no no no， 就是偏贵，就是真的是偏贵。然后我通常都点白面包，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其他面包吃起来怎么样，所以我每次都点白面包。我好像吃过蜂蜜燕麦还是什么的，但我不知道差在哪里。好的，然后我通常菜都不加腌制，搭配套餐，嗯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，我要来点餐了。哦，他这里有写卡路里耶，他的
他的那个官网有写卡路里，好贴心哦。香烤鸡只有291。他香烤鸡肉推荐蜂蜜芥末千岛还有美乃滋，但我都没加过，我不会加胭脂嘞。我要香烤鸡肉，我打我传给你就好了，我用打字的。香烤鸡肉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突然变暗了？是要下雨了吗？为什么天气突然变暗的样子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是开灯好了？好像是哦，老猴哦，这豆豆是哪样？这个哦，那根本没用哦，这个就好了，好像就是这个吧。哦，又要下雨了，怎么？不是中午就要下雨？哇，来了香烤鸡肉，等一下先点白面包，香烤鸡肉，鸡肉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什么振兴券？香烤鸡肉，不要腌制类，腌制类，然后要加填充酱。填充酱，哎，可是我等下直播没办法吃 Subway， 因为我吃 Subway 的吃相非常的难看，真的假的？腌填充酱，填充酱，然后我只想吃饼干呢。不想喝饮料。他的套餐有什么啊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行啦 ！No no no this。Subway 套餐，他有只加饼干的吗？就是对，会边起司掉，而且就是啊呜。很丑，它的副尾就是酸酸甜甜，赞赞。嘣嘣嘣喂！好像他没有，他好像没办法只加饼干。好吧，那我还是加小杯饮料好了。饼干加小杯饮料。他饮料有什么啊？不会捡起来吃，小杯饮料，饼干加小杯饮料，它饮料有什么？我不是很想喝饮料。有很丑吗？很丑哦，怎么变蓝了？很丑吗？我不想喝饮料，可是他就一定要啊！我不要吃鲜虾堡，就是三号要。哦，三号要吃鲜虾堡，对没？小杯饮料，他应该有柠檬红茶吧？柠檬茶。好，没有柠檬红茶就喝无糖绿茶。都没有的话就喝雪碧，就这样传给你了。可是谢谢，反正很近嘛，几步路而已。对，三号勇于尝试，喝完啦。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喝完了，因为我就无聊的时候就一直喝一直喝，反正无糖嘛，真的很近，超近。大概我算算50公尺，好像没那么近。不是三号出门，是一号出门。啊，记得带伞哦。
我看到底是多近，真的很近。他是一个随性的人，沙伯味。哎，找不到。我要干嘛？什么？我们在聊什么？我等一下来聊我昨天夏日约会的部分。先找 Subway 到底多近？我没有吃早餐呢、啊，不是公爵，还好吧？有小霸王们 ，rap 敲碗，可是我不是很想念。洗脑 BGM， 不然我现在要自己出门买，然后把大家丢在这里吗？干嘛说一号坏话？不是个错误，是严重的错误。哦，为什么没有网路？断掉了，没有关系。天野朱里恩生了向日葵，不行，不能出门。跟兔兔说嗨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件事情。谢谢阿米送的石头，可是我不是美食节目。等一下，我要干嘛？哦，我要拿那个。嗯，他跌倒了。嗯，他这只真的是烂泥，等等，新朋友。新朋友，对，新朋友，他的名字我原本想要叫他西丁，但是后来发现白面包没了，那就那个啊。他平板没有，他看不到我的，他看不到。哎，三号，帮我跟他讲，随便，蜂蜜燕麦。对，还带了马芬。对，我在西门町夹到的，但是我原本想要叫他西丁，后来还是决定叫他西门丁，这样很可爱吧？西门丁，就是我什么时候？礼拜六，对，礼拜六，我，等一下。对，阿潘娘面包超人那次，我礼拜六跟阿潘、雨露、雨林还有面面去吃沙圈牙，去吃沙圈牙。然后我们吃完沙圈牙之后，就去附近逛逛，然后就去夹娃娃机店，然后我就夹到了40元哦。有一个 Dekula 的部分，40元，因为不知道吃什么，就是萨圈牙。我最近吃萨圈牙都吃鸡腿排，我昨天不是前天吃香蒜鸡腿排，可是它比较大只嘛，而且布丁狗比较红。Uni 萨圈牙加一，我之前都会吃那个乔达浓汤，还有佛卡夏，
然后主餐我忘记是什么了，不一定。但是我最近呢，就是只吃鸡腿排。专业分析，怎么专业分析？我也要专业分析。我昨天只吃鸡腿排，因为我还买了饮料，我买了一个蜂蜜红茶加野果，因为拿之蜜跟我讲说那家的野果是荔枝野果，他说很好吃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点一个蜂蜜红茶加野果。但是呢，那个什么，我发现我不能吃太多野果，我如果吃太多野果会消化不良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还变瘦，我又变瘦了，我更瘦了。因为你知道，我喝野果、吃野果会消化不良，吃太多会消化不良。只有四季春加珍不来的野果才是刚刚好，那个黄金比例，那个野果分量刚好，不会让你肚子痛，不会让你消化不良。因为那个什么，我那天喝的蜂蜜红茶加野果，那个野果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又比那个前天发的那支影片又少了 1.3， 所以我总共少了 2.6。谢谢。有，我有喝完，但就真的还好，没有很快啊。我拍那支影片的时候，好像才七月初嘛，还六月底，忘记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是吃了烤鸡，但我今天还是越来越瘦。我昨天吃了20圈世纪烤鸡，还好啦，我脸颊肉还是蛮多的，但是我变瘦，我比昨天更瘦了。吃烤鸡是没问题的，就很想吃嘛，奇怪。我想一下，我昨天早餐吃什么？我甚至连我早餐吃什么都忘记了。不对，我午餐我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吃早餐，然后午餐吃鸡肉饭，但是我没有全部吃完，然后贡丸汤也只吃几颗贡丸，两颗，然后后来结束之后好像5点多去吃烤鸡，但是我也只吃了一点烤鸡。跟一个炸鸡，一个炸鸡我把皮都剥掉了，汤比较胖吧，都很胖。我今天也很想吃水煮餐，但我家附近没有水煮餐，只能吃Subway。对啊，可是还是有点太油了。我就只是想吃鸡肉而已，我真的不是想要胖，我只是想吃鸡肉啊。吃鸡肉错了吗？然后后来回家吃了西瓜，没了。哦，还有那个在活动会场的时候喝了红茶无糖。因为我都没有吃早餐吧。因为我之前是一定要吃早餐，但是我如果睡很久，睡到快中午，就可以直接吃午餐，然后就不用吃早餐，这样就省下一餐的扣打。这是暑假可以睡饱又可以减肥的一个秘籍。你知道怎么瘦吗？一直睡觉你就会瘦，因为你都不会吃东西。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减肥，所以就喝无糖的。可是我是因为原本有吃早餐的习惯，所以突然没有早餐就会少掉一些热量，是吗？也许吧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聊减肥话题了，我们要来聊昨天的重点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们喝无糖的。我们要来聊昨天的重点。
昨天，那个 rap 我想了大概三分钟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强，哈哈。等一下哦，昨天大家有没有淋雨啊？还好吧，昨天下了大雨，大家要保重身体，不要感冒了哟，感冒 no no no。嗯，好好笑、哦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保重身体，加油！我其实已经有点忘记我的 rap， 其实我昨天念 rap 的时候，因为戴口罩又加上麦克风。然后又加上我自己有点紧张，所以一定没有人听到我在讲什么。但是祖航回来了 ，Hello 黄呀呀，我的 rap 是什么、啊？我看一下。其实我太紧张，我一开始有点乱念。第二首啊，高声的石头。午餐来了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网路，我好可怜。我拿了一个没有网路的东西，谢谢。你好快哦，其实也还好。谢谢。结果你点什么饮料？那是红茶。啊。超近，到底多近？几公尺？你自己说。七十公尺。七十公尺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各位，我现在来吃午餐。Hello， 保罗。结果这是什么面包啊？不知道。让大家看一下，哎呀，我的肌肉呢？你是鸡吧？啊，我是虾，你为什么给我虾？吓死我了！可是全台北市有那么多家 Subway 哎。嗯，我的头发为什么自己动了一下？嘛，这才是我的香烤鸡肉。我刚刚打开发现是虾，拿错了。呜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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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这是我的鸡肉在上面，它粘在上面，还有填充酱。填充酱好吃，但是虾是三号的，好吃好吃好吃归好吃，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。它会很容易滴出来，还是其他，其他酱比较固体，填充酱会比较没关系，就是一排虾在那边，填充酱会比较水一点。我们来试吃一下，好久没有吃了，你们都怎么吃啊？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要怎么样吃的不丑？我每次吃都非常豪迈。对，我先首先垫这个纸袋在这里。用这个遮就好了，我好聪明。可是我喜欢用嘴巴的。
我还有一个很喜欢香烤鸡肉的地方，就是还有 cheese， 还有 cheese， 好吃的 cheese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吃相到底长怎样，平常吃只知道自己好像长得很丑，但不知道实际到底长怎样。我现在看一下，我先遮住看一下。不对啊，我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惨不忍睹，好远哦，没有关系，随缘，吃东西要随缘，叫起来。就是必须这样，你们就安静的看着我吃，好的，美而美而不错啊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一人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回答一个，我就吃一口。赞哦！好的，可以开始了。很好吃，还有种苗，真的可以变成什么？好啦，我麦当劳、麦圈劳的话都是不沾，好像其实都不太沾，其实不太沾。我不知道哎，可能20下吧，也许25，没有关系，反正我没吃早餐。鸡块会沾，不一定，鸡块看心情，薯条不沾。针对麦圈老的部分，麦圈老，但是不会去盐喽。吃麦圈老就是要吃它那个。薯条咸咸的部分，
可是我也很久没吃麦圈了。老其实好吃，我跟三号通常吃东西都比较不会加酱，一号比较喜欢加酱。像有时候吃火锅不会加酱，就是顶多就酱油加一点葱，就不会加沙茶之类的。但是一号都会。哇！刚三号从旁边走过去，我为了要看他，就揭露了我吃相的部分。对，他比较重口味一点。完蛋，我遇到瓶颈了，这里超难咬，把它压扁。你们没有问题要问我，真的蛮适合的。还有爱死，可是这样我都没讲话，很怪。没有，不要，我不要好好吃饭。他有点问我问题啦，不然这样很尴尬。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没有关系，主要要让脸好看。还是可以讲话啊，他的鸡肉夹起司有够好吃。快点哦，难得可以问我问题，下次问我问题就不回答你哦。我发现这次约会好像都是我跟你们讲话居多，好像比较少听到你们跟我说什么。对，没有去，因为就不知道什么，就没有去。快吃完了。
转砖，还有就是昨天有很多我知道的粉丝，就我知道他，但也有比较少来看我直播的。哦，还有趣哦，还有就是，不一定是每个，就是有些我怎么讲，不熟的粉丝，没有那种喵又没有来，就是有些我可能知道他名字，但他可能有来看过有几次直播，没有很多次这样，现场没讲到。没有，我只准备了魔术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其他粉丝对我的表现觉得如何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 feedback。快哭完了。我不知道他们觉得对我的评价如何，大家可以去帮我打听一下布丁的评价。我也希望哦，谁是 F 啊？ F 你是谁啊？没空。我是偶尔会沾染，因为现在在家里，在背景不一样。吃到满口的菜，我好像听过你的名字，但我想一下，你是会画画那个吗？我要吃了，我要吃特效了，哇哦！暑假只有六周，不是啊。笑死！我快哭完了，太恐了，还不到。完食。好饱，吃不下饼干了，下午再吃啊。完食。很饱哎，
他。饼干先留着。我的口红都不见了。等一下啊，各位，布丁吃饱了，布丁补个妆。叫我的妈的！补妆时间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回归直播了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 come back， 我们回来了，手跟风跟起来，大家是不是附近有没有散步？我现在呢要跟大家进行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就是 rap， 道具组求支援，我怕我忘词，我先复习一次。谢谢加颜色的玫瑰，你有手机吗？谢谢。等一下哦，他没有网路了。有啊，开了就有。哦。给我一个节拍，耶！好尴尬，一个人在这边练 rap。Yeah，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， yeah， 五六七八。第一次约会，让你知道我们其实很配。看看布丁的美，还不赶快推？今天一整天让你不后悔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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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然后打雷了。啊！谢喽。好的，我念完了。有够尴尬。第一次约会，让你们知道我们其实很配。看看布丁的美，还不赶快推？今天一整天让你不后悔。谢谢奇月 ，Hello 阿丽，午安。对啊 ，rap 哎、欸，现场 rap 一波。我可能真的，哦，下雨了。我可能真的没有 rap 的天分，不要。但是我有想词的天分，但是没有唱 rap 的天分。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唱 rap。我昨天的 rap 你应该没有听到哦，讨厌啦！不要再一次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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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下大雨了，你看你们讲错话就下大雨了。OK， 给我一个 tempo， 哎，拍手拍手拍手，道具组拍手，哈哈，拍手拍手，五六七八，第一次约会，让你们知道我们其实很配。看布丁的美，还不赶快推？今天一整天让你不后悔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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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拍有点快，害我有点赶。你不要再乌鸦了。我已经念完了，因为我可能因为拍子比较快。其实我这个 rap 有一个盐，你好，那个好香，你吃什么炸鸡啊？昨天的吗？才吃21世纪啊！谢谢本丸，
下大雨了，打雷了啊！啊！怎么才一点半就下大雨了？通常不是都是四五点吗？落雨啊啦！落雨。但我刚吃饱了，怎么了？落雨啊！落雨啊！大家加加油！气功杯啊！哈喽草莓酱，你怎么在金门？哈喽开心！落大雨啊！气功杯啊！新奇！大家哦，紧紧紧转去哦！哈喽米哦，谢谢米哦的 love， 大家紧转去哦，收起收起收起家，没有衣服，老老大好啊，那叫什么、啊？打雷怎么讲？打雷怎么讲啊？怕婆啊，没有，那是掌声鼓励。打雷，提供杯啊，提供杯啊，为什么？提供杯啊，打雷公，提供杯嘛嘛替我，笑死。提供杯为我打节奏，好可怕哦！你是在哪里？我没有在奇遇，我是说提供杯啊。拱雷，拱雷，拱雷 ！Hello 九蛋，拱雷，提供杯啊！你哪安尼对待我？为什么要替我打破啊？哦，是我台南没有下雨，真好。提供杯啊！我要演乡土剧。兔兔人被安怎？提供杯啊，今嘛人心气啊！阮要安怎？才会使回去我的厝啊！可是我们现在就在家里。OK， 为什么差那么多啊？大家爱小小心，算了，大家要小心哦，不要被雷打到，闪电啊呜！太可怕了吧！什么 Suki Suki， 大家要小心哦，不要被雷打到，也要注意，要记得带雨伞，不要被淋湿哦。Suki， 我以前会怕、欸，我小时候会怕，现在不会了。反正大家要记得带雨具哦，避免被淋湿。会感冒哟，赞哦！轰隆隆！我刚刚念完 rap， 哦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就是午后雷阵雨。为什么那边你们天气好是怎样，我这边是怎样？台风要来了，确定？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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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关系的，这感觉比台风还要可怕。我知道啊，就是跟台风一样可怕。是啊、哦。十五分钟打雷，嗷嗷嗷嗷！昨天不是有地震吗？
我昨天地震在嗷嗷嗷，我昨天就觉得很摇，然后我就冲出房间，然后就嗷。你推算不出来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怎么记得？再这样，我要拿地理讲义出来了。有地震，晚上的时候超大的，那警报声都出来，那个手机警报的部分，有感地震呢、欸，有感地震。因为光速比较快啊。好了，我要继续讲了。你没收到警报，真假？你们都没收到警报，为什么？有感打雷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收到警报？不是，不要拿这种奇怪的问题想要骗我。好了，昨天，哦，真的、哦，昨天我啊，好可怕啊、哦！昨天我呢，就是准备的东西呢，就是我的魔术。我昨天变了一个三倍券的魔术，很符合时事。好可怕哦！来陪我一下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感觉快被吹垮了。你可以坐在那边，呵呵。对，但是你知道，道具组一号跟三号的意见分歧，一个是说，那你就直播的时候就再变一次给大家看，然后一个是说。我觉得你不要变好了，就是要给有参加的人看呢、啊。所以呢，到底要听谁的呢？大家可以猜一号不是一第一个说法跟第二个说法分别是谁的想法呢？请开始你的推理，我们两分钟后揭晓解答。我不要变一个新魔术。好像是哈，准准没来。你们猜几号说要变，几号说不要变？一号不变，三号要变。感觉三号人比较好，感觉腹黑的是三号。你们意见也很分歧呢，各位。三号不变，一号说不要变，因为是他的三倍券。你怎么知道是他的三倍券？傻眼，那个魔术不会失败。Hello 国术，没有奖品哎。对啊，二选一没什么困难的。好了，我要公布答案。好像还没两分钟，没关系啦。答案呢？不是我的三倍券，答案是。一号说要变，三号说不要变。请问各位有答对吗？答对了，兔兔帮你掌声鼓励。哈哈，恭喜卡丘，恭喜中喵。我也很怀疑人生，猜错了没有关系，没有奖品哦。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变呢、啊？我这个人是中立的部分，右边领奖，怎么办？三号的
观点是认为，就是这个魔术就是佛夏日约会。有二号啊，二号，二号在遥远的彼方。可是，但是，二号一定是要我变的。Oh no！好吧，还是变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什么假装没看到？等一下。我在做个前置作业。好了，我刚刚把三倍券戳爆了，我刚刚把三倍券戳爆了，有点亮。我刚把三倍券戳爆了，但是这个三倍券呢，可以用。不是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我毁损国币，但是身为魔术师怎么会毁损国币呢？身为可爱的偶像怎么会毁损国币呢？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被我毁损的三倍券变回去。我很想擤鼻涕，等一下。我现在要回，不是，我现在要把这个三倍券变回去，不要爆雷。哦，我的鼻子好痒。等一下。Oh my god！准备好了，帮我吹一口气。一、二、三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魔术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变。三倍券跟笔分离了，太神了耶！不要捧读，棒读。这笔是真的可以写的，这个笔是真的可以写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假的。哎呦，好黑哦。这是真的三倍卷，虽然它已经被我凹得有点惨。他怎么看三倍卷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知道。好。谁是假的布丁？我不想戳自己的手，好吗？我不想戳自己手，有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大家背面透光。
算了，我没事弄这么困难干嘛？当然可以哦，戳爆他！那是有，他有，没有？昨天没有，大家的大家的反应呢？每周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啊。我看我要戳什么。没有东西可以戳的，有东西可以戳。你要戳什么？那不行啊！戳爆卫生纸！卫生纸很难弄啊！笑死！笑死！卫生纸不行啊，因为我身边只有卫生纸，没有东西了。反正大家本来就知道它是磁铁，你不要乱拿，不要。对啊，我知道不行啊，反正你们也看出来了，不是吗？但是他可以写，你看，他明明就没有磁铁，拔不下来，真的拔不下来。他其实是真的，刚刚的磁铁那个都是虚幻的，他其实。是一支真的笔，我真的在变魔术。它就是一支真的笔，所以可以写啊，真的可以写啊，真的是一支可以写的笔啊，所以它不是魔术，它已经超越魔术了，这是魔法，可以让三倍券恢复原状的魔法。另一头是笔盖啊，笔盖拔起来就是一支笔，它是一支笔，它是一支笔，一支笔。我没有升血。我没有自己的神血，戳你啊！就是一支笔，是听不懂哦。你们破解不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哦，我一直按到这个。我没有生血啊，没有。好了，今天的魔术就到这里。要拿，我还有点远。好啦，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奥妙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的那支笔，但是有一个秘密的工具，于是呢，我只要把这里给你们看就好了，然后在变的时候用这个，就这样。锤好像不行耶，昨天阿丽好像试过。我可以耶，
可是他跑出来不行。哦，他跑出来有点卡，跑出来可能会失败。不要搓耳垂，要搓哪？那是我的耳环。我的耳环还可以写字哦。他耳朵比较容易失败。傻眼，不会痛啊。它只是磁铁而已。可是他们其实没有很强哎。这里抽不到，谢谢。美丽，你看我的耳朵被戳了一个洞。啊，好痛，要流血了。好痛啊。不要。要流血了，哎呦，它掉了。我的耳朵被吃了！啊！这拿来骗小孩好像蛮适合的。啊！哎，捧场一下嘛！真的是吼，不捧场哎、欸、你！大拇指穿越耳垂，好耳，谢喽！哎、欸，你很不捧场哦，你超不捧场，你这样 no no no。不觉得很酷吗？哎，那车子掉了。算了，我不玩这个了。谢谢美玲送的口罩，我看起来很需要看医生吗？谢谢。我想一下哦，昨天的约会呢，就是我都会每一周都变成这个三倍券的魔术给大家看，然后，对，差不多。傻眼，戴着口罩。还是可以很吵，哎，雨好像好小一点了。不说话这样可以吗？好的，希望下次的约会活动呢，大家都可以参加到。之后如果还有这个机会呢，也会准备更精彩的魔术给大家的，不会就是不会再是这么简单的魔术了，下次就要拿出。更高级的魔术，约会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。希望下次大家都可以参加到。百万魔术道具。笑死！我一直很想玩一个游戏，我一直很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。不是啦，就是那个成语游戏啊。前天三号在玩，三号那是什么游戏？我也想玩那个游戏。
问他。春雨天空。那很好玩呢。账号出来了，一个成语游戏，成语甜甜字，那个好玩呢、欸。我那天跟账号一直在玩。Oh my god！ 成语甜甜字，我下载一下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思考。身为智慧王的粉丝。身为智慧王的粉丝，就是要跟智慧王一起增加智慧。对，成语游戏就是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成语很多，感觉都很不像成语，感觉很多很像四字词，或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用法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有碰过加入呀，有吗？你忘记密码还是没有？有了。他要跑一下，我们要开始思考了。可是他要下载，应该很久。等一下，我想要擤鼻涕。那，等等。积少成多，哎、欸，他很快、欸，这很好笑哎、欸，这个笑话很好笑哦。我还要讲，我有一桌，我昨天遇到有一桌，他们要我讲奴隶不简单的笑话，然后我一开始唱还走音，应该没被发现吧？因为毕竟昨天都戴口罩嘛，所以有时候会听不太懂要讲什么，听不太清楚讲什么。开始游戏。不扬，得不偿失，失之交臂。啊，可是前面都很少哎、欸，就是。美不胜收，覆水难收，卧薪尝胆，杯水车薪，就这样。有没有看懂呢？我好黑。萍水相逢，滴水不漏，千载难逢。我按到那个，哦，真的、哦，感慨万千，榆木狠珠，瞠目结舌，烦什么？那什么啊？番什么香什么？番唇香什么？鸡。是啊、哦。唇什么？唇枪舌战。一算午后对流云系旺盛发展，目不相视，不是目不视丁，一哈，目不视丁，一举两得，得心应手，还蛮好玩的这个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好玩。
触目惊心，这什么人杰什么东西？人杰什么？人杰什么？哦，对啊，他只是反过来，他变人杰地灵，扣人心弦，刮目相看。什么？雪中送炭，不自量力。不是啦，哦，森林涂炭，这什么啊？没听过。自力更生，火中取栗什么啊？就是火中取栗。为什么要火中取栗？火里面拿栗子很危险的意思。哦，是哦。我要升级。我升级了。对啊，很多没学过。你看。金玉良缘是什么啊？落不知道哎、欸。日进斗金。哦，做五行。这什么？日进斗金，进退维谷，什么东西？进退维谷。那什么？进退两难的意思。哦，是干嘛换一个说法？都是这样说的。返璞归真，浑什么？浑然。浑然忘我。他写浑然一体，什么是浑然一体？浑什么？我乱猜的。各抒己见先。各持己见，知真知灼见。哎、欸，广告来了！哦吼，我们在等广告。我发现我如果后退一点，好像好一点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可能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假？好吧，我发现这样没有好一点，这样我反而在往前，超好笑。等一下，不想写离题，大家加油答题一下。啊，我好了。什么为人？然后舍己为人，嗯，什么？懂人心神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动脑。没有解啊，没有解啊，难选难分。怨气升天，冲天，从天而降，什么东西？你不觉得这超难玩的吗？它的词超奇怪。搞装具而已、啊。
贼什么？贼眉鼠目，贼眼鼠目，不对啊，贼什么鼠目？贼眉对啊。哦，眉清目秀，哦，眉清目秀，贼眉鼠眼，什么？什么是贼眉鼠眼？作奸犯科。小题大做，他错误进行已经超多次，就是要成员要加油，所以玩这个，真的我觉得还不错玩，可是有时候要想很久。对，有些是我可能知道另外一个，但我不知道这个，就很烦。你最好都会啦。对啊，就有一堆没听过的东东。哎呦，一直很的。无乐不作。暗无什么？天日。这什么啊？世风日下。风流才子，有什么下礼什么？下礼什么？才子佳人先。哦，下礼八人是什么东西？请问什么是下礼八人？暗示什么是下礼八人？下礼八人？什么是下礼八人？下到一个邻里，然后。扒那个人的头，对啊，谁听过啊？哦，真的，你好厉害哦，艾斯。等一下哦，阿里巴巴的朋友。哦，这里打抱不平。你知道我这个角度，我根本就是斜视，我根本就是这样。我应该坐在这里才对，我为什么要坐那里？这样，我应该坐在你们同一个视角，不然我看不到。如履平地。什么？珠联璧合，玉珠联璧玉。哪一个八人哦，还是什么？八人我真的没听过，我也没有听过啊，谁听过八人？艾斯真的是老人，哈哈。童叟无欺，无呢？哦，哈哈。欺世盗名，名存什么？王十王，名不副实，风华正茂，正襟危坐，存王安危。存亡安危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进而走，走马啊，犯错，不什么？火不温不火啊？哎，那怎么没有？对啊，有很多那个。入魂诛仙吧。不避水火是什么？哦，不怕水，不怕火。
有些就很已经很白话了，有些就很我要念榜了，不知火什么，已知用火。我要下播了，谢谢粉丸，刚好道具主在。你要跟我挑战了吗？来啊，输的就换你把饮料喝完。没有，昨天还蛮多人都不认识我。谢谢粉丸拉的破音，等一下哦。谢谢粉丸。Wee b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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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e. 谢谢蹦玩玩，蹦玩玩，谢谢七月的 love， 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我的胜场现在是零，我要猜拳。蹦玩玩。蹦玩玩，哇哇，蹦玩玩，我来算算看哦，还是我们三个来比赛？还有哪三？一二三，这里有第三个人吗？七八九十，十四十五十六。有三十三个，一人十一个。你先吧。好啊，计分。计分吧。用我的魔术笔。不要。拿反了。对啊，他有吃鲜虾堡。哎，三号，三号。啊，快没电了。哇，没，哇，我没关系，你先不用充。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鲜虾堡好吃吗？什么评语？没有评语。非常好吃。我先哦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急。我先哦，你帮我记，等一下，第一局卡住了啦，他跑不出来。我刚刚有血了，他跑不出来，这局不算。第一局胜，第二局负，第三局负，第四局负，第五局负，第六局。平，第七局胜，第八局胜，第九局平，第十局平，第十一负，两胜，三胜啊！哦，三胜。换三号，第一局平，第二局负，第三局平，第四局负，第五局负，第六局平。第七局胜，第八局胜，第九局胜，第十局胜，第十一局胜，五胜。你那么开心是怎样？又没有钱赚，那么开心，笑死。三号不小心尖叫一下，五连胜，换一号了。一号第一局胜，
第二局负，第三局帮我按就好了，不要平，第四局平，第五局胜，第六胜，第七胜，哇，这么厉害，第八负，第九胜，第十一平，没了没了，第十而已啊，第九在第十一哦，哦，胜在这一个啊，奇怪，你也不会胜啊，平嘛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这什么结果？这什么结果？我不要画脸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，大家拜拜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喽。我们有请新朋友西门丁。你要叫西门丁喽、哦？真的叫西门丁、哦？啊，不然嘞，不然叫什么？好，第十名是朱莉安。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。第八名是空白。第七名是果树。第六名是手滑哥，第五名是阿米，第四名是总喵，第三名是卡丘，第二名是阿基拉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是本丸，哎呦，耶，谢谢本丸丸。我要哦，西门丁掉了，谢谢本娃娃啊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喽，谢谢大家陪我玩成语游戏，还有听我 rap， 还有跟我一起吃午餐，拜拜大家。西门丁，哈哈。拜拜，啊，想流鼻涕，哎、欸，雨停了、欸。